2020事件已经延烧一年多，令团体形象大伤，至今都还没恢复活动。明月的情绪状况也始终没好转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群网站上指责志明和团员们令外界雾里看花。而志明在去年道歉后退团，就没有再出现在大众视野，同退圈。许多人也非常好奇他的近况。近日韩网便流传了一张雪炫与志明的外出合照，据传是两人在6月时到访李尚顺摄影展所留下的大头贴。照片中也能看到李尚顺的身影。虽然照片中的志明和雪炫都挂着笑容，然而原本就已经非常瘦小的志明看起来又更加消瘦了，还是让粉丝感到心疼。也有人感到欣慰，原来事件爆发后雪炫一直都有陪在志明身边。虽然对于霸凌事件外界说不准，但希望每个人都能心理健康。